长、秘书长、护士长、卫生员，大家晚安。顾全伦，晚安。一。
그 때문에 헷갈려 나쁜가 伊是用着伊个号，咱毋知即个方面做者所在，咱嘛无了解即个事情。啊，咱若做环境研究员，当然我相信讲各位计嘛是拢讲个，但是伊如果即个概念讲了，我来接到咱第四批，咱之前讲无了解，讲到迄段啊，咱继续啊，即个个啊，迄段下落。 但是我但是这个概念先讲很正了解，因为若做单间，咱嘛知影讲，若做单间，伊第一品就是讲叫做香油品、香油嘛吼，咱嘛知影叫做香油，叫香油品嘛，香油品嘛，第一品叫做番茄品嘛吼，菠萝品嘛，番茄品嘛吼，第三品讲叫做哪？ 疑问品嘛，疑问品嘛，其实咱若真正是觉醒来，其实咱这两品就已经过了。这个疑问品是哪个疑问？对阮这两品你无了解，你爱得有这份疑问，疑问就是啊，都有疑心嘛。就参照讲金刚经，应该哪个讲起来？对第一品。 哦，发挥的理由，哦，啊，这神灵开枪，啊来对大神正宗，命令，哦，这个啊妙想无阻嘛，啊来对这个如是的嘛。这五品了后，应该这五品了后，就甲金刚经的两个人讲了，他有一个第六分，叫做正信理由，这正信理由就是当时苏摩地要问佛陀的八十个。 普有众生得如是言说，就有灵性是是吼。即话当中对于苏摩地，你问啊，这个不得你讲到逐件诸相非常，即点如来即妙法道理。那安尼当中，吼、哦，即众生敢有法通真实在了解对你如来讲的实际这物件，即是当时苏摩地。 对恁两个物件，但是真正人到底的人，真正有了解到如理实现，可以心上得见如来的法，或者是说不可以心上得见如来，如来所心上即个心上，若见诸相非常即个如来，是毋是安尼？凡所有相，还是妄着见诸相，即个即个才有一个目标。啊，若做观念呢，就是靠这三品，理解两品，讲一个目标。啊，这品就是讲理。 这边就是讲理，第一边就是讲理，第二边就是讲理，第一边就是讲理，第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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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若做会员已经证悟，证悟到的道理，更高的已经拢知影些，更高的上山一定要练，一定要练下山练，这是独特的道理。因为你上山唔知山顶是岩，还是山，还是山顶是啥物物件？因为上山是山顶人咧落啊，伊已经伫顶边拢行过啊。已经知影遐是寒，遐是热，遐是啥物环境，拢知影。所以伊用脚伊倒啊，下底人讲，那这个形容就是讲，六祖慧能，因为伊写一部六祖花经，是六祖慧能拢行过。好啊，好，拢行过，或者该说几多呐？叫做证悟，伊叫做证悟，证悟，伊六祖慧能叫做证悟的。哦，跟你讲，叫做旧道回来物件，安尼就对了吼、哦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咱就必须做咧。因修品的内底当中，唯识数，恁问三位，讲但问发表，好，但问发表，这句话有啥物件？但问发表重要性，这个发表重要性。
这句话来叫我想啊，这句话是六祖坛经的一个核心。六祖坛经的一个核心啊，核心。好，因为六祖坛经这部经典，对第一篇讲到第十篇无离开这句话，离开这句话，六祖坛经破灭了。所以讲这句话讲。他体不理念，感应不理性，啊，说法不理性，说法哪里为心？那安内当中，你叫做边缘化，你叫做哪？你叫做边缘化，你没有抓住正法。但是因这个是讲大门发表，这个大门发理由比共产党是，理由比我是第一讲的，这个就是公理。啊，这个就是公信力量。菩提之心，问汝清心。你要了解，这句话就是讲什么？这句话就是讲叫做觉。这句话嘛叫做理。但用本性，这个叫做定。那你得来发现你的关系。这个是理定，合一。什么叫做理？菩提之心，问汝清心。何其之心，问汝清心。何其之心，不不生灭。何其不是分，不是分的重要。何其初心，明心白白。但用初心，就叫做明心，就叫做明心。所以这古经的哪句？这古经的句，这古经的用，叫做体用。这个用嘛，就变成叫做妙用，妙用。什么叫做妙用？那个妙用嘛，就解释这个叫做啦，不可思议之用，不是可你用人的思想，可你用人的观念，这个妙用嘛，就解释这个如此，无经过你的思想，甲无经过你的浮躁的物件，是因为你有一个清净心，这个一个本体所流露出来，一个啦，一个妙用。来看，这些流，看这些东西里面。他这是讲地位啊，这叫做地，这叫做地，是不是呢？因为伊第一篇来讲地位，安尼这，你这个叫做体，这个叫做用，好，这个叫做力，这个叫做地，这个叫做名号，这个叫做根，根与头。这个念头，根是对你逃出来的，根是对你逃出来的。那么这个念头，那是念头根，那么念头不念头根呢？咱的自性，咱的地位，咱是对咱的德性来对清净德性出来的。咱的复杂，一定就是对咱无清净的一个复杂性，这造出来的。所以那咱的复杂嘛，就开始变杂，变成杂，杂念的杂，叫做杂念杂，叫杂念杂，好，叫做无清净嘛。啊，无清净呢？无清净叫做哪？无叫叫做无染嘛。是不是呢？但是你要注意哦，因为你未使讲讲你空哦，你未使讲讲一个空哦，你爱把时间定好。你看看第四点就是讲啥物件？那今仔日无量无足无相，这是讲啥物件？不是无量无足无相，拢无意思哦。无量而无足量，无相是一相一相，无足是一足一足，伊唔是完全拢总无哦。那无拢总无叫做哪？叫做断灭。那总总无叫做断灭，断灭。你今天你修到对，修到对断空的，咱心经安怎讲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修修行色又叫如是，一心安尼讲，所以叫做色空不二断慢的。色就叫做色，就叫做空，它是不二的一。我在做不走清净，
大家出去别人喜欢这个色空，不过这里面的空，行有这个空，不得这个色。跟你说，流露出来的妙用就是色。一流露出来的妙用就是，一个人一从哪家听油，将干的康，他正到这个空，正到空。但是一你一说流露出来的妙用，一你一不含的妙用，我地位按哪里的进攻，它不是色。它不是正物，所以你一进我就是一定要对着伊的地位造出来物件，无经过书，所以各种人讲书用是不重要，无经过伊的书造出来物件，安尼叫做哪？安尼叫做理理一组，一组单单的叫做开悟，那叫做正物。所以呢，你去看各种环境了后，那是一定先甲确认的是讲它的概论，第一就是讲天地功用。第三种疑问，是不是疑问？唔白，这两个看无，你都讲这个物件，我就听无，是不是我在来问？哦，啊问就是一定要答啊，问一定要答。我请问，不离金光给你提问，出入往往如是，如是我们一时不在笑场，一时给我懂的来举手的，请。原版主任句，你是不是习就一起报名校园大侠？其实不，你先做点给黄文主管一起报名，就你负责一阵。伊有不能金毛片的别话话，第一片的呀，不如讲下句话，不如讲下句话呢？伊有讲过说的第二呢，那个啥呢？那个的理想真如，理想真如，理想的空间如呢？那个的理想多人。你哋理想咧讲地位呢？我来请教，今日日头生两太阳弄出来，又讲啊，你地出来又讲啊，哦，我今日太阳直直光，我今日太阳，哦，哦，他没瘦，他我他光，一万人工，他是如此的，他不饿，他是一点不饿，你也是一点的，他没有饿的。但是经过那个思想到三到到那二三四到这里面还是来，所以当疑问进来的时候，这里面这疑问进来，一直疑问的如果不解决，如果不解决，好造错。疑问后面后面叫做哪？叫做一切，叫做一切。问没了嘛？太问没了。那所以讲呢，以真，在佛教上是说以真。期望群望归真，我告诉老师不记得问，以真这个境界的啦，这个境界的进入嘛，还是什么嘛？进入本性，但是你说期望，什么期望？第二个。那你属相哪个些？那个属相，那个属相哪些呢？那个这个卦，那给你看一下，你慢慢看的这个卦，就是阿叉，不是安呢？伊有一个分这边的显分别、善分别，有一个叫做妄分别，有一个叫做妄分别。这个起妄，你起了什么分别？如果你起了善分别，零线分别诸法相，听好，第一个懂。零线分别诸法相，以真起光。零线分别诸法相，你这个妄就是它分别，但是你的分别是零线分别诸法相，你一旦显分别，你是这个妄分别，但是这个妄就是空性一样，这个妄就是一种想法，就是一种。不是想，它是有动作的，哦，比如讲，就是以不净的大表公司的关啦，净点，净数里，还有公司的净物，还有公司的净量，还有公司的净边，还有公司的净经济，还有公司的净量，还有公司的净净净的发净的，啊，哪能发净的？净功夫，啊，一起要在净量啊当中，它才能算进去。但是一波这个画面
伊是无即个想法，伊即叫做怪。怪，怪就是讲拢无去啊。安尼边啊无即个物件，他是没有作用。咱今日写即个肉体，是有自性咧主宰你即个肉体，是毋是安尼？你哪有想法？你哪有看法？啊，即、这个自性啊，看等于海气。你这花费变形啦，它变成木属木质，因它没有功用，所以你去打造花店，它连电器片、电器的小块也放在那块，它无能有利用，灵断的思想，对应是福气，啊，菩提是利用。但是若做听听，哇，你这句话讲来，我变剑下天下。你讲你这句话讲，我这个听。更加去白条嘞，啊，愈修得愈利得愈利好愈。目作病啊，怎讲？我肺炎也无治疗，不断听哦，不断去输出，百事想法不断哦，不是断哦，对应心所地，竖起哦，竖起哦，唔不起哦，听好哦，菩提是这么讲哦，安尼，安尼多是叫做呐。别就是安尼讲，无变了伊无在烦恼的。我这个菩提，我本来咩就是咩利用，我本来日头，日头，哦，日头，干嘛？搭灯，你也搭烦恼的，你再发灯发这，你咩搭烦恼的？他本身就住，我菩提有利用，我分安尼分析给你，看安尼听好。真水，真水，这个一切，一切，这个水叫做本水，本金，本金。你这个水本金，你把头加米，把头这个一切，你把头，因为你把头加米四八米嘛，你把头泡点圣地嘛，泡几滴圣地水嘛。好，你个泡心里面，这个一切，一切我都没了啦吼。看你个泡泡，你个代志，可能配药啦，嘛是有啦吼。变成一切，但这一切，伊会当离开这个本质嘞。他没有离开他本质哦，他绝对没有离开。我本来没得利用哦，我肺炎啊无利用哦，没得利用哦。嘛不断的事，我嘛免断哦，我免得讲一时做点的物件嘛。对镜心所见，我对镜我无起见，我无起见。本来就做做点，你讲好好不行啊？对啊，可能是，那是你讲好嘞。但是后起来你难保啊，这，他伊下迄个哪，下迄个元素，你甲去掉，伊都会完成这个物件吗？以你的回文的这个名言吗？它是不，它是不增不减不得不收，但是热呀，在当中跟它相对，相对，但相对的是哪？你要看你需要什么东西，不是没有东西，你讲的最，你讲的是你需要什么东西，你要它讲，哎，它这样，哎，这场，这一切的变化就是宇宙，但是像流氓要泡不溜的哈。靠我下来挑的，哦，安了掉。啊，所以你看你那下啊，就是讲，因为他的助性以这起爆，哦，你唔能够，你唔能这些功夫，但是各位啊，千万到你这个时阵以后，你所有这个都是工具而已，这个都是工具而已，千万你要回到这个东西，要回到清净。因为本来就是讲，你这个一切的物件，你一切东西要归到这里来。好，那你这个思想，一切思想来，你当刚那个归到对的所在，那么现在归到那个中心，归真来。那来到这个世界，和你活法好，和你活善也好，那有些不精不净不定不死的物件。是因为能够这个世间那修炼，修炼了，所以能够变成，变成不是那个
这个金变金了，这个金是绝对无变金了。咱想讲出话，咱的自信是无歹哦，咱的自信是无歹去哦，咱的自信啊歹去，你生活就无好了啊。但是问题出在对，咱的问题出在六七个物件，你的二七七，你的心理学的物件当中，你还在执着，还执着，你执着到你的生意数了，你执着你的心理数。你的心理学的好当中呢，你有六七个在当中的运用转。到你里面心就地母甲地地当中呾高上转，因为你进了后，咱去地地，迄个地要先下来来先，换一个解释，叫做黑猴子，叫做飞行记录器。你只飞机要飞，拢无问题对不对？叫弄个了，伊去找只飞机飞，他可以找不着，伊找黑猴子，恁个个船啊，恁今日去就是个。找咱的黑盒子，没有咱的黑盒子，心情啊，台湾子弟心清净，咱是想要和咱的台湾子弟，和咱的祖先，会当归回了真正无价的物件，无值的物件，这是现在今日爱的物件。所以呢，伊到了离婚来，但是后边一切就是都没了，但是一直对着别人忙，别人忙，都相对论的东西，所以你这是一个大概的理论。不过呢，因为咱今啊，上个重要吼，就是迄个六坛经的迄个第八十四页。咱现在公司挂了吼，但是咱好好念，咱最后咱好好念一下吼。显地显，显地显，莫数法门，莫数法门，从上以来，从上以来，先入无量无中。先入无量无中，无常无体，无常无体，无住为本，无住为本，无常者，无常者，无常以上，无常以上，无量者，无量者，无量即无量，无量即无量，无住者，无住者，缘即本性，缘即本性，无色眼显老二万。无色观显老客来，乃至观其一亲，乃至观其一亲。言故足起，披荆之时。言故足起，披荆之时。病中无空，病中无空。不思受害，不思受害。当然，这拢是公告。实体的物件，就讲咱好像都是讲讲的物件，就讲，因为你不可以落到空，你不可以知道了。如果你落到空，啊知道了，叫做知空知有，叫做有偏大。啊，你空中有中，有在空中，这毛病就是讲这物件。如果是话你看不出来，可能你要讲大实话，你会讲啊出出来。阿弥嘛，唔知有讲啥物件，所以跟你讲，写地写最简单，因为基本咱个头前头有写吼，即、这个礼仁讲修嘛，五仁。